我想随心所欲捏个娃行吗？ Of course, no problem. 老捏定制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脑子里也有很多想法，我也想捏那种特别可爱特别公主，就想捏啥样就捏啥样，就内心的呼喊，你们能理解吗？就比如说这个眼珠，你看，哎呀多好看啊，紫色的，里边还有不灵不灵的星星点点，嗯 ，so beautiful。这个眼珠我做了一个可动眼哈，它是可以转的。我还想给它画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妆，嗯 ，yes， 就像我一样好看。捏这个娃，我的内心可爽了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哇，真的，这太爽了，真的可以想捏啥样就捏啥样了 ，good， 这个感觉太棒了。再给它点两个痣，我脸上也有这几个痣，就给它点我的同款痣，嘿嘿嘿嘿。我银铃般的笑声是不是特别的悦耳，特别的好听？是是是，对对对。就粘这个睫毛花了我3个小时，粘完之后我的脖子也快断了，眼也要瞎了。 But so beautiful. 赶紧给她穿上漂亮的小衣服，戴上美丽的假发，好看好看。如果觉得好看你就点点赞。记得关注哦。